我就是江城孤军，方天意。敢打我的女人，你可是第一个，朕迫不及待。婉清小姐，你差点把我骗了。你要干嘛？我陪你玩点小的。怎么了？面红了？不会是看上了？真是无赖！我对你只手。你干嘛？这温香软玉，一夜春宵啊！怕了？萧北辰在整个北县想得到什么东西，还真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